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《世说新语·认干篇》。《认干篇》是《世说新语》36门中的第23门。所谓“认干”，就是任性放纵的意思。这一篇也非常应题地记载了魏晋名士任性放达、不加约束的生活方式。魏晋名士喜欢凭率性行事，不拘束，不做作，这样才能回归自然，才体现是真名士自风流。那么，让我们通过几则认干篇的小故事，来看看魏晋人士的任性放纵吧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认干篇中的阮籍。阮籍大家都很熟悉啦，他是竹林七贤之一，字嗣宗，曾经担任步兵校尉，所以世人也称他为阮步兵。那么，阮籍是为什么跑去做了步兵校尉呢？在《世说新语·认干篇》中有这样一则小八卦。步兵校尉缺，厨中有祝酒数百壶，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。厨，厨房，这里指厨营，厨营祝酒为犒赏军兵而用。壶，古代量器皿。原来步兵校尉的职位出现空缺，步兵厨营中贮存着几百壶的酒，阮籍听说了，就要求去做步兵校尉。哎，原来是为了喝酒而去任职的呀，阮籍可真够任性的呀。不过，酒是魏晋风度的核心，魏晋名士认为醉酒可以使人超脱荣辱和生死，净化人的精神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。这样看来，阮籍爱酒也是一种名士风流啊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《认干篇》中的另一则小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王子猷，王子猷就是王徽之，字子猷，东晋名士、书法家，是王羲之的第五子。王子猷像他的爸爸王羲之一样，也是一位潇洒放荡的精彩人物。在《认干篇》中有这样一则小故事，叫《王子猷雪夜访戴》。王子猷居山阴，夜大雪，眠觉。开始命浊酒，思望皎然。眠觉就是睡醒了。王子猷住在山阴县时，一天夜里下起大雪，一觉醒来，打开房门，叫人斟酒，环视四周，一片明亮洁白。哎呀，这是很美的夜景呀！只见王子猷因起彷徨，咏左思招饮时，忽忆戴安道。彷徨就是徘徊。王子猷在美丽的雪夜中起身徘徊，吟咏左思的招饮诗，忽然思念起好友戴安道来。当时戴安道住在单县，王子猷当即乘上小船，连夜到戴安道那里去。船行一夜才到达，而王子猷却刚走到门前，还没敲门进去与友人相见，又返回了山阴。别人当然不解，觉得莫名其妙。有人就问王子猷：“这是什么缘故呀？”王子猷回答道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我本是趁着一时的兴致去的，兴致没有了就回来，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？”哇，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一切随自己的兴致而为，还真是潇洒率性啊！怎么样？读了这两则《世说新语·认干篇》的小故事，你是不是对魏晋名士任性放纵、潇洒放达的气度有了更深的体会？